조용하고도 빠르게. 这阵容确实有那么点抽象了。 没办法，都绝活啊！我补 AD 补 AP， 感觉都有点难搞。三个绝活，绝活蜘蛛加绝活炼金加一个绝活这个中单结，我真的不知道补啥。 没得补了。 没事，我死不了。多给杰恩来几口，我刷野无伤的。这个口奶我都给他，我都不给自行奶。先拿回去。 什么机会啊！ 哎，姐，怎么没闪了？啊？怎么是个没闪的姐啊？他闪现呢，兄弟们。 来个睁眼先，这玩个勾勾啊！ 这玩个勾勾啊！
确实。亏毛了！你想打那就打，哎，我就少刷少锻炼一点嘛，对吧？那就打呗，团队一点，团队一点，不是什么坏事。我被拉反了，还想着让杰去杀大树。好你个 W 闪，双闪。这大树是真不好扑，每次一扑就是个亚洲捆绑过来，亚洲捆绑之后接个 Q 技能，难受得很。漂亮，还有个助攻，可太香了。蓝妈宝还在，一塔就没了呀。这个不一定能拿，大树已经到位了。能拿一个我觉得就可以了。这个不好拿的，可能有眼，给他们，无所谓。
伤害死你的。제압되었습니다这太难找机会了，我只有跟着这个什么就背他，给滑板鞋了，他还不拿，这属实是浪人头，他不拿呀，他都不报这个一啊。看着就是不想走的样子。还行，南枪没事。
啥没使。这个先锋就浪费了呀，他开了个原地撞墙，封不住了。对面红是不是刷了？对面中单的踢。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또다른한자리漂亮날뛰고있습니다姐这个发育打的还挺好打的，蓝枪不在，他们中单来只有他一个人。还有中药，打了个闪，不错。啊！咋回事呀？不是卡莎会过来吃红 buff 吗？
睁眼谁的？大树的，走吧。这个没闪应该是罗莎，漂亮，杰这波死了，杰被卡莎 W 虚空锁力锁死了，他死了的话就有点亏了，他死了就有点亏了。怎么我 K 头的时候就这么准呢？兄弟们，这 K 人头的 Q 这都能中？去不了了，卡莎有大。好秀啊，我操。哎呀，我他妈冲动什么呀，我操。他全技能有大，我他妈为什么要扑呢？哎呦，为什么要扑啊，我真的是个废物。我是个 FW， 这肯定打不过他呀。装备比我还好，你妈手里还有个大，我这不可能扑的呀。人家还有块秒表。哇，这波真的是扑的不应该。真的是没扑的道理。没有扑到道理。
慢慢压位置。漂亮！对面这么乱了，兄弟们，被我们中路线牵扯了。Nice！ 漂亮！Nice！ 这把这个节。